所以宝宝教练刘家发也赶快示意他，好，先不要再吵了。哇，原来这通马斯用实际表现做出了回应。这两天呢、哦，汤马斯应该是云豹比较闷的球员，程序刚隔离完出来，整个体能跟技术手感都完全不会在正常状况。哇，这球 Torres 给的漂亮，找到了 Elijah Thomas。吉伦发给 Elijah Thomas， 大转身是他的绝招之一，球距。有二加一的机会，技术上 Elijah Thomas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洋将，那显然这也是云豹把他找来，然后这一场给他先发重任的主力，因为国家队征召了离队。是 Elijah Thomas 找不到队友传，最后自己投，投进了，差距来到十五分。加勒加速进来，吃了 Thomas 一个火锅。Thomas。守他的是马龙，结果他翻身还是把球给勾进，所以很容易就产生一些火花。哦，以来叫汤马刚才跟马龙激烈的对抗之后，他清出了一个空档。说其实他的这场比赛的挑战应该会比上一场比较更高一些。齐天大圣是个出手非常快速，一直在挑战防守者。哦，以来叫汤马这个球弹进。以来叫汤马守他的是 Kevin Allen。至少在下半场到目前为止，云豹的外线还没怎么发挥。哇哇，这个拆炸弹的出手被 Elijah Thomas 给投进了。这可能不是他们原本预设当中的结果。所以现在 Troy Wayne 是休息的，那看云豹怎么样在这段时间持续的能够进攻。Elijah Thomas 左手放进两分。